你要喝什么水吗？这是个扇，什么饼是吗？烤肉。对焦。拿钱。不是。夜宵时间，买了鱼皮和肠粉，还有红豆双皮奶。我点了一个绿豆沙，点了一个椰汁的烧仙草，还有一个刀削面，都还蛮好吃。我今天晚上吃了好多东西啊！现在是卸妆时间，我准备卸妆啦。今天带妆了蛮久的，找了半天，然后结果它的那个招牌特别的不明显。已经开始了，你会关了吧？打低调的御麻家，这应该是我今天吃的最后一个甜品店了吧？今天甜品吃了好多啊！天，这让我没想下手。
吃火锅作死，明天要去做脸了，所以最后的狂欢。然后我就再也不敢发了，我现在在去做脸的路上。卸一个妆，然后待会就进行手术治疗了。然后我今天做的是点阵激光和去颈纹的，如果效果好的话再和你们反馈哦。走吧，点。